后来，这个中国的解放军在台湾的外海做实弹演习，咱的国军今仔日嘛伫个屏东基地来进行天雷操演，使用的火炮是155的榴弹炮来进行反定力的作战，总共38门的火炮发射到900枚的弹药，现场是隆隆叫，相当的震撼。也不过，国军这届的军演甲中国解放军进前操演的范围离真近。外界认为，这莫非是国军要来反制中国？照明弹对天顶发射，天雷军演第一阶段，甲海面敌军的行动照好光。海面上也有榴弹炮进行发射，都是要拍敌人。第二阶段40摆的连环爆炸，透过雷光爆裂炸伤敌军。上尾啊，阁有反攻击支援，总共6摆发射消灭敌军。今仔的天雷操演伫屏东邦山麻风分场进行，38155榴弹炮作为轰炸，分作3阶段进行，场面真震撼。不过，进前传出五军操演地点，李将军进前操演范围有部分偏差，可能是国军要反制强军，军方嘛出面驳回。设定好的演习区域，跟这个共军的演习没有任何的关联，我们并没有因为这次的共军的演习而做了任何的调整。官方表示，这次操演时间早就伫7月22日就已经公布，希望民众莫想伤多。不过，这次操演拄好天气无好，不过还是照常进行。马哥这次显示，五军唔惊环境艰苦，都是要保护国家的决心。我是林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